你那个手握拳，别去抓他那个手。我们这样吧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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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没事。哎，米佳游，哎，妹妹，我们隔个掌。来来来，握完握个手握手，有一第一有一第一，有一第一比赛点，有一第一有一第一，有一第一有一第一。李凯，啊，李凯，啊，笑一笑。别，你这慢点。什么，沈哥啊？不是，我说微笑。 因为刚才你知道，袁慧在场上，像一头野兽。李晨在刚才复活赛里面表现得非常的出色，所以呢，他也将是对方重点防范的对象。李晨身高臂长，而且具有爆发力。看出来 ，baby 刚才险些得手，哇！ 看出来 ，baby 刚才险些得手，哇！